试了249个了，就没一个靠谱的。哎呀，要招一个很有潜质的销售苗子，就这么难吗？啊？你说这前面那些人啊，一见面就问我多少钱，多少钱？那多少钱？那是我说了算的。哎，就剩这一个了，进来。请问是叫到250号了吗？是250。不是，250号。啊。坐。啊，谢谢经理。你是250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尹国辉。你为什么要做销售啊？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胆子。我的天哪，不是你这胆子的事儿吧，还说得太早了啊。这个年轻人不要太拘谨，要打开。打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。你也太实诚了，你起来。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身体打开，是让你的心打开。啊，嗯，明白了。好，要做销售是吧？啊，这个销售啊，就好比打仗，就像上战场一样，你不能像个小绵羊似的，对不对？你像小绵羊，你怎么扑向你的猎物啊？啊不，猎物主要就是你的客户，是吧？你得像一匹狼，一匹饿急了眼的来自北方的狼，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哎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。经理啊，你觉得我能从羊变成狼了吗？我能收回刚才的话吗？什么话呀？就是让你变成狼的话。那你是？我的意思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做狼啊。有的时候这个小绵羊它也挺讨客户喜欢的啊。你不是让我做狼啊？哎，对，你也不是让我做羊啊。对啊，你是让我做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而你是我的礼物，是我唯一的羔羊，我跑却总能独自流浪，这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。哎，经理啊。哎，你别我跟你说。经理。经理。我现在知道怎么做狼，知道怎么做羊了，你录取我呗。你还不行，你回家再学习一下行吗？为什么？你得告诉我呀。不是，那你光会做羊和狼也不行，这羊吧它只有温顺，狼只有凶残，是吧？你光会这两样你还不能够完全的对付客户。那还有什么呀？不是，那你还得学会做别的东西，比如说那个啊，对，狐狸，对吧？这个狐狸啊，只有狐狸的眼神才能准确地发现客户。What does the fox say？
你，哎，我现在吧是狼，是羊，是狐狸。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个职位了。你都能胜任销售经理了，我辞职。我当销售经理，你们说我行吗？